超简单的 Q 版人物绘画。椭圆工具，画一个椭圆，填充，开始画刘海。填充，画后面的头发，长按拖动图层，打开对称工具，画肩膀，填充，背后面的头发也填充。椭圆工具，画眼睛，填充，复制粘贴另一边的眼睛，选择水平翻转，加上十字高光，画嘴巴，填充。椭圆工具，画腮红，填充，复制粘贴另一边的腮红，嘴巴有点小，双指放大一下，眼睛也放大一下，可以用套索工具先圈出来，再去调整。开始画衣服，填充，锁定衣服图层上面，加上白条纹，打开对称工具，画背带裤，填充，加上细节，签上自己的大名，哈哈，脖子阴影加上，填充，擦掉多余部分，套索工具圈出刘海部分，复制粘贴到下面，位置调整一下，锁定图层，上色，进入变换工具，调整一下位置，取消锁定，擦掉头发多余部分，头发优化一下，十字架都会画了，调整一下发卡的方向，画个爱心，填充，锁定它，再加上白条纹，跟画衣服一样的。选第三个镜像工具，填充，颜色自己选一下就行。完工，谢谢观看。